我们英语十八关朋友大家好，这汤泉目前的位置呢在我们马来西亚我们这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印度教的一个重镇圣地，就是呢41年前所形成的黑风洞来，我们现在画面上呢您首先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呢印度教呢它的一个信仰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神职人员呢为呢这个信徒呢在祝福的这个画面。黑风洞呢它的位置呢是位在呢我们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黑风洞呢距离呢我们的这个吉隆坡市中心大概有13公里那印度教呢可以说呢对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陌生的那透过呢我们 UP 直播好康发发走节目跟我们英语新闻报让大家来认识黑风洞。首先呢这个40年前所形成的这个天然的黑风洞，当观光客到现场啊就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因为呢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这个钟乳石的这个巨大，哇，这样子的画面可以说是在台湾绝对是没有这样子天然的这个地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黑风洞。当然呢我们呢慢慢的往下面走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在黑风洞呢非常有名的这个彩虹阶梯另外还有呢我们世界呢印度教最高的这个室内佛陀另外还可以看到呢这里非常凶猛的这个猴子。所以呢我们会常常提醒观光客呢来到了马来西亚黑风洞小心你的包包，尤其呢不要带食物在身上了这真的呢不是呢这个危言耸听的。来，我们呢这个跟我来，这个大家看到呢这个上面呢除了呢有天然的这个雨水你看一下缓缓的落下之外呢，汤立轩老师觉得呢这些飞鸟在这个黑风洞呢这个生活着，真的将黑风洞点缀得更加深层的一种呢这个神秘感觉。你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都是黑鸟有没有，哇，或者是乌鸦或者是蝙蝠有没有，然后呢他们呢还是会在呢这个黑风洞呢这里呢这个飞行所以呢感觉一种神秘的这个色彩气氛黑风洞呢天天开放而且呢是不必门票，可以说呢是马来西亚呢旅游的朋友呢绝对不可错过的一个宗教圣地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请跟我来。我们呢来到了黑风洞，有感受到这个雨滴呢它都会滴啦其实外面是没有下雨那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它上面是山，所以有那个露水啦有些泉水所以它自然会有雨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主殿，在黑风洞的主殿其实呢孔雀的话呢其实很吉祥物就对了，所以呢在印度的这个大节日呢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大宝生节，他们呢常常会用孔雀羽毛那还有呢这个水果来呢装饰这个他们的这个佛像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这里的话呢是他们的主殿，因为那边写的 Main Temple 写英文。其实呢在马来西亚采访记者汤立轩发现到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其实呢他们的英文的标语并不多在外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以他们的马来文为主，然后呢如果进入到这个神殿有没有，我们看一下
他们呢是规定呢要脱鞋子，就 take off the shoes 啊，让大家知道一下。在黑风洞呢，其实开放给观光客免费参观的呢，都是挺安全的地方哦。那你们知道，这个是黑风洞整个大洞主洞，对不对？其实它这个主洞呢，还有一些小的洞穴。那小的洞穴呢，它是要申请才能够进去探险哦。那小洞穴呢，里面可能都会有蛇啦，哦，有些呢这个飞禽走兽，其实它是有危险性的啊。这一点的话，其实 Tiny Chat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我们现在位置呢，就是整个黑风洞呢它的主洞口啊，哦。那那边我们来看一下 Batu Cave。Batu Caves 有没有啊？那个呢就是黑风洞的英文了啊，哦。Batu Caves。如果呢你是从呢这个吉隆坡中央车站呢，你坐车的话，这边呢是有电车来到 Batu Caves。好，那再走路大概五分钟就可以来到呢。记者 Tony Chen 目前的位置，黑风洞，用给大家做参考。那我们再往前走呢，可以看到呢彩虹阶梯。大家数数看哦，彩虹阶梯有多少阶梯呢？我们来数数看。有，大家有感受到目前这个画面呢，我们是在马来西亚黑风洞哦。它这里呢有很多野生的这个猴子哈，哦，说真的，这里的猴子呢不会输给我们高雄寿山的猴子哦。那你看这个画面，哇，这位先生呢，这个画面真的有点惊险哦，因为呢他呢给猴子吃东西哈，哦，然后呢告诉猴子哈，哦，这个看着他其实是有风险的哦。我们摄影机也是要拿好哦，不要被猴子抢过去了哦。这里呢是在呢马来西亚，它呢这个北部，也就是我们雪兰莪州13公里印度教的圣地啊，哦。当然，印度教的这个大宝圣节呢，他们呢游行，这个游行呢是从呢吉隆坡斯里马哈马年曼新都庙。大概要走呢这一个8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游行队伍呢才来到了我们的黑风洞啊，哦，这个所以说这些猴子也是黑风洞呢非常特殊的景致啊，哦，因为大家看到呢，这个就是一部分的这个彩虹阶梯了啊，哦，彩虹阶梯总共有多少个阶梯呢？观众朋友有办法透过画面数一数吗？这个答案是272阶梯啊，哦，那当然是从我们上面，哇，你看这猴子这样子，哇，这个拿到下面，哇，真的是超特别的。在我们前面呢这一尊呢啊，哦，待会会带大家去看它的正面呢，就是呢印度教世界最高的室内佛陀像，总共有多高呢？总共是43公尺高，花了呢印度的卢币呢2400万所盖成的。来，跟记者 Tony Chen 呢，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哇，我们终于呢下到呢这个彩虹的这个阶梯下面了。来，大家这边往上看，刚才记者 Tony Chen 哦，就是这样子哦，努力的爬，总共呢是272格了哦，272格。当然呢，我们女性的观众朋友。我们给他称呼这个印度庙，对神尊表示尊重啊，哦。这个 OK， 这个 OK， 这两个是不 OK。万一呢你的服装不 OK 怎么办？没关系，这边有在卖这个 scarf 啊，哦，这个 scarf 只是围巾呐，但是呢可以帮你遮啊，哦，遮你的大腿、小腿啊，哦。我想入境学俗啊，哦，这是我们要学的。真的呢为幸福而在祈福的这一个情况，然后呢带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一尊世界最高的印度教
的是建陀哦，来就是这一尊，这一尊的话具有43公尺，印度教最高的寺内寺建陀哦，就是这一尊。有，你再看一下这样子，潘轩老师在他旁边，是不是显得很娇小的感觉？有没有？哦，这个看到了，日戒之最了。也是呢，我们印度教的世界第二高的这个佛像了哈、哦，就是43公尺啊、哦，这一尊世界佛。那刚才有谈到呢，来到黑风洞这个广场，您看一下前面，哇，这个如果有恐惧症的人哈、哦，真的会有点害怕，就是说非常多的鸽子在这里了哈、哦，哇，不过呢，这些鸽子呢也很吸引呢观光客。在呢这个黑风洞拍照合影留念啊、哦，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景观呢、啊。阿婆直播好看，泡泡走节目第七年的潘轩老师记得呢，我们到了泰国的清迈啊、哦，它的那个广场同样的呢是有这个鸽子林立的啊、哦，就是啊、哦，让我回忆到哇，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景观。来，我们看这些鸽子，哟。我们英语新闻报跟好看啪啪走，我们呢这一档呢马来西亚黑风洞的报道，我们也就在这边哇，跟鸽子为伍，对不对？谢谢汤丽倩在这边要跟你们说一声，下次见了，拜拜。